去年6月成立的洛杉矶电影公司 ZH Collective 宣布启动经纪部门 H Management， 首先签下的两名艺人为李冰冰和王俊凯，将帮助他们在亚洲之外打造电影等作品。两人确定在未来几年参演三部 H Collective 的影片，开启好莱坞片资源。美国 The H Collective 是集电影投资、内容制作以及营销发行为一体的公司，曾与多家美国电影龙头企业深度合作，投资了大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影视项目，并与诸多顶尖好莱坞影视界精英保持着密切合作，其中包括《星河护卫队》制片人詹姆斯·古恩等。李冰冰现已成为国际上最为知名的中国演员之一，她与好莱坞一线巨星杰森·斯坦森合作的好莱坞科幻巨制《巨齿鲨》即将上映。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的王俊凯在时尚、公益、商业等领域也展现出极高的社会影响力，也逐渐获得国际范围的关注和认可。此次能在 ZH Collective 这样的优质公司合作，也足见两人的国际影响力在好莱坞得到认可。